啊，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哎，文火文，哎，不会，文火文文喜，安尼嘛，哎，哎。对吧？啊，你嘛是啊，你要你起码叫的频率吼，语言啊，说说混搭，利用这是一个头壳，然后你嘛放上去，后尾食嘛，放下来底是伊啊，是的，吼，对，对是，空，迄款是空，嘿，这个空间内底是伊啊，是的，伊的，是的，伫外口。这个看看，这样不看看，是吧？这边直接，你这个看看那个，这边仪式都没有嘛？来，是的，这边来得是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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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备了，看嘞，到嘞，这就是，哇靠，是的，来跳，来跳吧，对吧？好，对啊，来得是的，该跳，来得跳，好。所以老师他现在来电视的，这样是来电视的啊。对，无对，我即摆咧讲，你即摆这个点一垂下去，就是大安一点，这一点切嘛，干不了，完了无，干不了嘞。好，好。这是另外一种规律哦，这另外一种规律哦。观念嘛，对。哎，对对。哎，对对，你好。你也差几句数了，你若开始讲，我来这边想点话题哦，就开始的。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空间，是吧？啊，你现在坐是跌了以后，你若落下了，另外别你过去，过去，过去，你过去啊，是干单纯安尼啊，安尼是干咱这个尔，只空空，是吧？只有白，是吧？安尼嘛，只有白嘛，但是要空空嘛。你要开始伊的左右，你好，这个左右开始，这个是不是？啊，这是，你好，开始安尼。这个习惯最多的，我包住我。啊，顶管迄款最多的，我照着我。你啊，照顶管，你啊，我即马要跑几个冬阴甲，一个心要直接落安尼吼，顶管即马落。安尼水也袂下落嘛，对无？水袂下落吼。安尼吼，来，我来做你好。你过去。隔壁，他对咱频率是安尼就是，安尼是毋是左右八对不对？这个是吧，看到好，啊，即嘛，这个就是咱的身躯以外来要螺旋的，安尼，安尼好，就是等，啊等，佮看这个相机对了，听讲，好，相机对，啊，即嘛，这个看的相机嘛，是咪，即嘛是咪，咱第一次，是咪，这第一次对不对？啊，即嘛，迄款机要下落啊，哇。我这个东西，这个新的来对，伊个我靠新的，看到？听意思吧？即摆譬如讲，我即摆分两个步骤嘛，咱即摆合作我是安尼就对，安尼无嘛好无？心情，心情啦，有来对新的无？心情要干咩无？干咩嘛好无？来准备哦，你这个接品，你即摆未开嘛？我即摆藏咧，你爱聊啊，接辛苦啊啦，聊聊啊开。这个也可以快，也可以慢。我讲快干嘛？你敢跳？刚才前面讲了，你要老老老老老老。哎呀，快的就一接，化掉敢跳？敢跳一组，跳啊哈！安尼是唔敢的，好吧？咱们毕竟这个点一开始就熄的，变成伊个空间，这里要安尼，刚才就好。啊，你若开始讲我啦，是我是唔是啊？吐安尼，甲吐一下，安那来跳呗。来调，你也吐一下就袂调，好吧？来调个，好吧？伊用四万，他说我恭喜你跌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来四万忙，四号就来闭上，闭垂向，闭。他说是感觉跌了，安尼对不对？垂向就你主要放了伊的能量，咱的这个油在咧放些，就是安那油对手去，
你搁定来，你来，你即马你扛，你即马扛个隔壁好来，你先互上升去，上升咱的心互接迄个百会好无？啊，你甲化掉，啊，你有对你的身躯、甲你的手、甲你的脚落来无？反路，啊，你反路点好来，咱就要用吸气好来，吸气就安尼吸，好无？听听，但即个袂使，因为是搁你实验嘛，听听，好来，化掉，要怎夹咧？夹咧了就用咱的太极图去拍。就袂使用这个去拍，咱卡在拄下来，袂使安尼个跳，就是这个空间能量，咱们这个能量，好，安尼来做，好。啊，你有咧无？你看，好吧，伊咧现袂倒咧嘛，对吧？啊，赶快咯，哎，好吧，你过来夹嘛，哎，过来夹嘛，哎，好，好，好。好，你好，对啊，哈，哎，是是，好，小意思啊，好，你好，背看了，你看。我就无甲讲，书写都是这样，你好。嗯。你看头壳，你看。探头。看他有没有释放下来。哎呀，你得要看外观。我想要伊也接嘛，好吧？啊。嘿。你代表来接嘛？哎，对。哎。真刚倒对，好嘞，好。啊，比如这帮人坑坑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来看。现在得先转左，再开步，这样好不？啊，先转左，再开步。那转左，那你手微微向左开。那么脚开了，手再捧过来，那么重心移过来，这个就是往下。准备重心快到的时候，我手拉起来，握起来，左手就合往下合，脚捧起来，稳当。老师，老师，你今晚不平惯动了，动作窄了。不啦，我今晚是在做好看动作。我讲，我讲你要打点光。老师，张医师，你在那边要啃了？啊，张医师，你在那边要啃了？好，啊，看你要讲，好，你讲，你讲啊，你的感觉，你的感觉，你都不要，第一时间，第一时间在哪？过孙阿公，紧，紧嘞，你是？好，爱吹啊，要来解吹啊，无你起码嘛是爱消化。对啦，对啦。下调两次嘛，哈，这个有两次开合嘛，哈，最开始都是没有嘛，对不对？
那么切平，先动作啦，先动作。你嘛动作无切，你切平嘛，代表咱咱动作先安尼嘛哈。动作就是咱即个坑坑安尼来，哈，站好嘛哈。起码咧坑诶，咱这个手放手开对，看一手较低，一个较悬安尼，比如讲安尼，再起来，就安尼好吧。啊，即嘛转来了，这个手是安尼低低了，你嘛接未了，手就爱转安尼，哎，难受诶，难听，垂直，你爱垂直。啊，即嘛坑了了。看的顺带眼睛，这是普通往下放好，放得准。这个轻轻放放下去，那就就看你家练不练。第二拨开，拨开往那里拖，不能往前哦，往左右顶起来，就是这样。这样看能平顺了，再放下来。好，刚好四个动作哈，再次哈。好，那你想一下，要平视前宽，舌尖顶住上颚是指挥很重要哈。好，那么接平，接中心线，这个中心线哈，来接。到了，阿金马，今天左手旋一下，一，准备慢慢换，换的准，好，那么停下来，这样停下来，再落下来，放掉，好的。阿金马，这里坑哎哦，来对这里要够这里要领哈，不是直直放，不是直直放啊，这个放下去的屁股，阿金马坑了吧？这是旋一下，旋一下，看条，去外旋一下，去外跟来这旋一下，然后再放下来，看条，好，斜胯，斜胯内在，看条，哎，那个感觉隐隐，哎，缩掉了，哦，对，啊，这摆就是六里安尼混的，一摆一摆，准，看条，跟你安尼啃的吼，感觉不一样。这样就你身体的空间没有办法开合。阿丽娜阿丽吼，我现在空间好像慢慢压进去，压进去，慢慢压进去，不要一下压死哦，慢慢哦，这个是很长，很长哦哈，慢慢压。它也是自然呼吸，是一种频率，感觉是在吸气，丹心丹心呼，别刻意啊那个，吸吸吸吸吸吸吸，是安尼哦，是咱自然的呼吸，咱的频率和慢慢是安尼好，放空放空，好，刚刚是咩？咱的能量是。还给你一笔哦，还没开哦，掉下来。咱这边能量一笔，啊，这个是不是感觉掉开？掉开，感觉有拉拢，拉拢的感觉。拉拢了好，这边才掉的，感觉是这里有一个弹性。啊，我这边的弹性给扛了了，这个稍微动一下，稍微动一下，稍微有啊，开始动。因为你扭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扭起来有感觉安尼嘛，有安尼。啊，这边扛了伊就反弹，拉落去，看条。啊，这边落去是不是这边了？你袂使直接安尼落来，安尼落来扭袂掉，因为呐。刚才像咱咧像你扭的吼，啊你扭的，佮放个松的，听听，后边我安尼无，佮佮扭一下，啊放的，听听。所以你要有很多的规律啊。好，比如讲，即马安尼就对，啊即马扛好，啊扛，啊即马扛好啊。好，就放。这是动作嘛，啊我即马讲内在，因为你内在袂调，原因是安那，啊隔壁吼。我这边讲这是头皮。我这边一个接平，看到弄什么？安尼袂调，安尼啊。头皮啊。我这边拢无，我这边扛了个，这边安尼啊。我变讲我那安尼吼，我扛了就是安放着好吧？这是头皮是这样。你别站，好，好。啊，你哪个？是不安尼个？我知道有点调。好，这是咱的头皮的接力，阿哥你们就看。啊，即马过来，你起来做吼，好，啊，你顶块骨，你也做下面做，安尼袂少嘛，好不好？好，啊，那么这个它有一个中心线相通，通到这个边缘，好，你看哦，那么我这个放下来，这个是实线，这边是虚面，虚面接这个片，你看好不好？并且是虚面，啊，实线是通透，伟大的，那你到脚底。先看看，好的，先看看呀，那种中间是实线，边啊是虚面，多柔和。好，对，你这不能往上，啊，你一要往上。哎，平衡没掉，看到好，安尼好，好，这是头开所在，啊，今嘛来讲咱们起来频率哈，可比哈。那你看那个了解，这几来给你安利了解了解，啊，这个习惯用手的方，练功，安尼。啊，就来停，就要停。就刚刚安吉压内空油啊，是吧？
好，这是咱。去了到这扛了，咱即马要去的时阵，室内是伊个内底空间，室内外口是毋是伊个？啊，就意思是讲，我即马无嘛吼，后来，刚才从这个底下叫，底下呢就是起哩，啊就，这拉到频率，啊拉到频率是毋是得着？这个叫做频率，个叫着，叫着，啊咱即马这个阿袂开哦，个叫着，啊，扭到了，我即马是咧下落去吼，即、哦這个头皮放松，即、這个点吼，我传递对，传递即个手的路线、甲脚路线、甲身体的路线，我放开，安尼。那么即个龟就是我即马要放的了，我即马咧手慢车，慢车许，啊，即马慢车放掉，就用伫这所在遮吼。就是我刚才说，咱实际是咪放的了唔对，咱个先进扭一个频率。假设甲即款水的比喻一个频率，哎，当然，一罐水的个落呀，咁样，还是，就落呀，啊就当掉呀，咁样，喏、哦，用这个，稍微做个面积较大，打二的面积。